猎车动物园的主要任务就是跟线上的试剂员，透过我的席位的一些监控设备，包含耗资系统啊、无线电系统啊，还有一些监控的 CCTV 的画面啊，还有我的这个模拟面盘，还有当然还有很多的一些细部的资讯哦。像这个话，我们可以看到每一列车是哪一个同仁在开车，那他现在在什么位置，他有没有误点？对，他现在像现在看到全部是白的，就是现在全部列车都准点，都正常。哎，那假如说有误点的话，它就会跑出不同的颜色来。我们这边其实就像是捷运系统的一个大脑，那现场的司机员啊、站长是我们现场的手脚，还有眼睛，他看得到、听得到，然后有讯息跟我们讲，那我们透过我们的监控设备，然后我们也把我们掌握到的资讯，再跟现场去做一个沟通，然后去下指令给现场的同仁。